因为王海燕啊，她不光要动的，她要保证质量。她给我给我的很大压力，她说保证质量，但是一个礼拜一千只，她可以保证，但是一定要有质量。而且现在下周发货，她要实行动海参的样子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冻龙虾，我是整天冻海参，现在满脑子都是海参。